你去同我这个这个桌啊，桌啊怎？我来到这，这阿冻的。你家己耍？嘿，你耍三只。这些是，嘿，你耍耍耍到这阿冻的。新年快乐！说叔叔新年快乐。伸进去。你说叔叔新年快乐。他卡掉了。那个王八上我是今天斗笨手哦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当然，你要讲了他就生气了。啊？恭喜啊！那几个斗笨的王八上。恭喜啊！那如果讲话叫他躲开一点，人家物件，那个。给收银嘛，嗯。给他爸爸。那讲起来，人家要放那个落来，那个倒数啊，嘿，嘿，啊，甲讲到屋开了啊，结拜甲讲。伊叫你的物件拢给我寄，伊要后日甲你递着啦。啊，我就一个动作尔，我都有啊。啊，好，好，你上班嘞，阿赞。喜不喜欢？很忙嘞，就在做。你忙嘞，上天要请来做，现在起来。干掉我！新年快乐！他刚瞪了叔叔一下。鞋鞋谁帮你穿的？鞋鞋谁买的？今天这个鞋鞋谁买的？阿妈买的，对不对？阿妈买的。他是谁的？是谁的？天宇的。哇，天宇的哎！我也有。哇！我也有。阿妈也有。阿妈也有。阿妈也有。一张。啊，阿公也有。对，也有。阿公也有。阿公也有。天宇也有。天宇也有，对。天宇也有，有红包。天宇也有红包。红包谁给你？你要不要跟叔叔说谢谢？你说谢谢叔叔哦。两脚就卡，你看你，哎，恁卡都安睡，安尼排队咧，今天阿包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排队啊？你看全部安尼十几个，排队领，就是阿妈的红包，阿公的，阿公包的，然后阿伯我买用的，对啊，长辈都每一个都有。你要给他叔叔给我吃的，没有，误会的是我的。你们就跟小叔叔说谢谢，说叔叔新年快乐，说新年快乐。叔叔谢谢。过来，你去跟叔叔贴脸脸好了。去跟叔叔贴脸脸，可以。他想出去。要关门，不是他外公。先开关了。要关门。关门。来，他门开开。我你有几包红包？你说五包。过来。那你跟叔叔坐地上好了。我有个坐，好可爱哦。跟叔叔坐地上好了。坐地上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快点到底是要做还是要上？因为坐下又站。你坐在二楼安尼坐啦。阿妈坐哪里？坐这里啊，不是坐那里哦。坐这里啊。一只手不能撑的，难不能站哦。两只放一千多，哎呀，现在红包拿了，应该是不会放的。对啊。伊那头一项头一届算的物件，迄个物件摕几包拢未放的，他不会丢掉。欸、太热了，欢你。人家清玻璃是干什么？他在玻璃看到自己。阿公叫什么名字？阿公叫什么名字？汤。汤啊。
卓，叫玉卓，小叔叔啊，小叔叔叫玉卓。那你姓什么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？千羽，又啊，我都改名又。卢千羽，卢千羽，又举手了，举手了。他说又。那坐这里啊、哦。这里。那可不可以近一点啊？还要贴着这个线。刚没有泡到，刚后面没有。红包是谁的？红包是谁的？哎，红包是谁的？红包有几包？哦，就无用，因为白起来，因为你就没钱。阿公有啊，阿公也有，也有，阿公也有，阿公也有红包。也有。有，这也有，这也有红包。你那个红包给阿妈好不好？哈哈哈！你说阿妈你自己也有。两万一包好不好？两万一包好不好？自己也有。两万一包好不好？会惊有天掉掉。你红包给阿妈一包好不好？两万好不好？妈妈，我帮你给阿妈。你说我的。阿公也有。阿公也有。阿妈也有。好，我要去拿阿公的，你看。阿公也不可以拿啊。对呀，那个是阿公的。对。你的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就这里，哎、欸，就这里。靠叔叔近一点，坐过去一点，坐过来一点，没错，坐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坐开的、欸。你有没有想过叔叔的感受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过来一点。爸爸。干嘛？你有几包红包？你有几包？我站不起来。你有几包？你跟爸爸说你有几包？好像很难的。嗯，你会不会算？你有几包？你有几包红包？你有几包？你自己算好不好？自己算你有几包？这一二三四五。那写着干嘛？一二三四五要拿那个才算。他很爱拿鞋，他很爱拿他的鞋。这是谁的姐姐？谁的姐姐？你不要靠身上啦！脏脏拿去放好，脏脏放好，放中间，放好，放好。你现在瞄到就放好，对，放好，好放好就好，放中间，好可以了，不能平，放好就好，好可以的。那你有几包？跟爸爸，你算给爸爸。你说一二三四五，会不会？要中了，要中到了，要中到了。去哪里啦？那昨天有十包六啊。